Hello， 早上好，你好，秀哥。Hello， 晚上好，你好，我是翠翠。今天我们来到哪里？我们今天来到了桃园大溪丽富威斯汀酒店。没错，忘记了。一家大小，一家四口，要这样也好开心呢、啊。今天其实我们是来参加帮宝寺尿布的活动，顺便来住五星级酒店。没错，而且这个酒店很特别，是它是有亲子设备的，真的是超棒。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刚刚在帮宝寺的活动还遇到了很多平常在影片上没有看到的人，哇，真的是太开心了！欢迎去追踪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拜拜。Let's go， 我们现在就要进饭店 check in 喽。这一晚的饭店啊要破万哦，翠翠已经好久没有全身入境啦，有吗？对，有啦有啦。有些人说翠翠是翠月不饶人，生完小孩之后，生完第二胎之后就很少化妆。你现在有拍到我全身吗？可以啊，有穿裤子啊。你看，现在是由翠翠长进的，她车路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她路的成果是怎么样。那我现在在她旁边配音，目前呢是在饭店的大厅，要来开箱我们的房间喽。看到超美的 view， 进来呢应该就是厕所，看到我了，它是干湿分离马桶，还有。全部透明的淋浴间，好像隐隐约约看到翠翠了。这样有点太害羞了吧？全部都透明的，而且这个玻璃超级干净，浴缸就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翠翠走过来了，真的是全透明耶！对啊，所以我在这边洗澡被你看光光，快看。床我就不介绍，我要介绍的是什么着？我们直接走到底就可以看到这个饭店的户外泳池。我可能等一下会住在这个位置，看着泳池发呆到晚上吧。还有一只虎头蜂。房间呢，我跟翠翠是分开睡的，两个小床，因为饭店说一大床已经没了，剩下两个小床，就睡两个小床。然后这边还有可以休息的小沙发，小卧榻的感觉。没错，阳台还有电动窗帘，有一台电视，正常的规格，然后一个长桌给你。这边我是觉得风景蛮好的，有山有水有美女，没有啦。还有我们最可爱的老大酱油，一个人坐在这里坐了好久，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要理我？好啦，我们马上带酱油去看饭店内的设施。这边是健身中心，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哇，难得都没有人耶。接着来到了室内泳池啦，水很清澈哦，岸边还有很舒服的沙发，小小的 SPA 池。来到了儿童俱乐部，耶，酱油很开心。我们先来这里，这个球池，酱油来，你看，哎呦哎呀，酱油，球球给酱油，酱油被球埋住了，酱油。哎呦，我打到他头了！好酱油！哇！我妈把酱油给推倒了。还有一个很惬意的圆圆的沙发，躺在这边还可以看窗外的景色。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种上下铺旅馆的概念。对，上下铺，然后有一个跟上铺，你是可以爬上去的。会不会垮掉？你可能会。酱油很喜欢那个。哦，是布书哎。这有个熊。这个熊呢，一定会沾满酱油的口水。你去下一区看看。好，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空间。我们有沙滩哎。哦，可以看美女吗？这边这一区呢，就是会有一些小积木、小桌子啊，带你的宝宝一起玩。这不是给你坐的，你把它坐坏。是桌游区哦，家庭桌游区。这里有一个让颜色回家的游戏盘，墙壁上还有一个乐高墙。这边呢还有洗手台，爸爸妈妈都在带小孩玩游戏。来到了户外游泳池啦，户外的地方还有 Go Go Park， 也是一个儿童玩游戏的地方，马上去看看。哇，这边有那个儿童溜滑梯，他们在排队。泳池旁边呢，都有一间一间精致的小包厢。沿途走过来，这边会有一个小桥，好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哦。那边呢，还有一个造景的小瀑布，
好多人都在玩，哇！走来这边呢，看到一个露天吧台啦，那么热的天气喷这个水蒸气非常贴心，还有一个绿色的小溜滑梯，刚刚看到小朋友都在上面排队留下来哦，实在是太欢乐了，好想要马上来玩哦。我们晚点再来游泳，我们先跟大家介绍户外亲子设施的 Go Go Park， 走咯。来到户外的另一个景点啦，这个叫做亲子西洋棋，可以直接呢拿起这个棋跟爸爸妈妈 PK 一番。这里这里这里还有第二个场景，投篮区，我来偷偷看好了啦，我们投最前面这个篮筐就好，嘿，耶、yeah! ，得分，对对对，捏捏，我们要去玩旋转木马啦，你看酱油，酱油目不转睛，酱油一直看着木马，好好好，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哎，酱油，我们坐这个南瓜马车 ，Hello， 爸爸，讲讲讲，好开心哦，这边还有迷你高尔夫球场，哎，蛮大的哎。这个溜滑梯也超高，重点是那边竟然可以搭这个车车，还有赛车场哎！可惜酱油还太小，没办法搭车车跟我赛车。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带酱油来跟我赛车啦！哇哇哇！好大的水水哦！咚咚咚！开心啊！开心！开心！叫着爸爸，啊叫叫叫叫叫，啊叫叫叫叫叫，我找到妈妈了，好喜欢我。两个都好可爱哦，大可爱跟小可爱。好啦，我们等一下玩完水就要去吃自助餐，吃到饱，buffet，一个人好像1000多块，现在肚子也饿饿了，哦，这样趴走了，这样太开心了，我们再玩一下，再玩一下就。游完泳，那么今天开箱丽富威斯汀酒店差不多就那么结束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赶快吃饭，一下肚子游完泳超级饿的啦。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喜欢的帮影片点一个喜欢。我是翠翠，我是佑哥，我是酱油，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